做品质，真的唯一就是品质，哎，我们纯粹就是这样子，品质第一。我们公司是87年4月成立，我们是迁到那个龟山的振兴路，好，在那地方开始生产一些比较像样的单子，在那边做了大概5年，但是第4年的时候开始接到俄罗斯这个大单，中东的市场，南欧的市场，南欧法国也有，那时候我们做了大概有5000多，那慢慢就东西一直开发，一直做一些产品出来，产品做出去就让客户去试，1年2年试了以后，别人可能7-8个月1年就死掉了，那我们的2-3年还在动作，客户就有信心，虽然贵一点他认为值得，慢慢就回来。该做的测试，该做的检验报告我们都有，那做欧洲基本上要西医啦，做中东其实也都差不多啦，都要有一些那个认证啦，那我们基本上会有。我们实际上在太阳能板的部分做了那么久了，经验是比较多的，那在那个部分有一点诀窍啦。那电池的选择，因为它要蓄电，所以电池的选择也是，这个都有靠经验，你说有时候大厂或什么那不一定，那我们就靠经验，我们产品做出去自己先外面试，我们有一些放了5年6年都继续动作，所以这个很重要，我是觉得这个东西很重要。为什么不怕人家去检验东西，拿出去客户拿出去，那跟人家比看谁的厉害咯。是。